标题，尹忠信自曝也为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写歌，嗓音太赞。近日，尹忠信透过网络频道透露称，已经为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写了一首歌，还有机会写第二首。尹忠信11月23日通过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公开了新节目脱鼓机 EP01BGS 篇，是借用了脱鼓机的谐音，每期制作一支歌曲，然后送给其他歌手，尤其是看起来和自己不搭边的新人。而第一期尹忠信就选择了大热的防弹少年团。尹忠信表示，这个节目的特点就是事先不和歌手商量就直接写歌，然后硬塞给歌手，所以防弹自己也不知道这回事的。而下一个目标歌手是火星哥布鲁诺马律斯，越来越妙了。为了了解防弹少年团，尹忠信还特地看了他们的 MV 和相关介绍，称赞防弹的表情和表演非常棒。介绍里写道，他们的歌曲以时代二十代年轻人的想法、生活、爱情与梦想为主要主题。尹忠信看到这里说，跟我很像耶。其实救国在2016年唱过尹忠信的歌，尹忠信表示自己也听过，还说救国唱歌非常好，嗓音也很好听， V 的声音则很帅气，非常有魅力。听说救国是自己的粉丝后，尹忠信透露，我也听说了，真的很感谢。其实我已经写好一首歌了，正在考虑趁录制节目再写一首，而有人担心因为是前辈写的，即使不适合也不好拒绝。尹忠信请大家放宽心，拒绝也没关系的，不要有负担。尹忠信还说会为 BTS 片录 demo， 尽全力在身边寻找和防弹成员声线相似的人，感觉很期待耶，快合作吧。来源：韩国明星娱乐。